saying that it feels right. That it feels right. 大家好，我是老包，欢迎回来与老包的初六见面呢，就是最开心的一天呢，终于啊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开箱一个重要的东西啦，就是。Few inches later. This 啊，还有跟他的 screw 放旁边，放那边 ，OK。这个我们的主题啦，他们呢也给了 sticker， 这样，但我不要转了，我不喜欢 sticker 的，然后。还有瓦伦蒂的，还有什么说明书什么，蓝说明书丢了，什么都丢了，还有海鲜的。
现在我们开机吧。等一下。现在我要介绍这台 gaming laptop， 就是 Acer Nitro 5 AN515-45696J， 好难读啊，谁会记这个名啊？这台 gaming laptop 使用 processor AMD Ryzen 5 5600H， 屏幕 15.6 寸。Full HD IPS 144Hz Slim Weather LCD， 然后 graphic 卡是 NVIDIA GeForce GTX 1650 4GB GDDR6， RAM 8GB DDR4 320 MHz， 然后呢内存使用了 512GB SSD，电池用了57WHRS 四小 Lion Battery， OS 呢 Windows 10 Home Single Language， Wi-Fi 是 Wi-Fi 6802.11as 和 Bluetooth 5.0， Webcam 使用了 720HD， Speaker 呢用了 DTS。风扇使用了两个风扇了，和
两个洞排出热和两个洞是进风的啦。然后这台 laptop 右边有了 LAN port 两个 USB port 和 combo auto jack， 后面有了 charger port， 左边有了 HDMI port、 USB port， 还有一个我不懂什么 port 了。今年 Acer Nitro 5已经更新好多了，比如 charger port 已经放在后面，这样玩游戏或者做日常生活不会打扰到了。在 Acer logo 那左边和右边加了线条，这样比较有 gaming 的 feel 啦。 keyboard 呢不像去年的 Acer 只用一个红色RGB， 但去年呢 Acer 的 keyboard 换去四种 RGB 144，可以做彩虹的 RGB 啦。 You see that？当时买这台电脑给了 Acer Predator 的包和很多 free gift 啦。现在来进入 gaming 的，进入这个 GTA 五，看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枪尖了，枪尖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想跑去哪里啊？来，猪追你了，哎，谁？过来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Oh my god！ 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！好了，猪，好了，跑跑跑跑跑，快点快点跑，快点！看到没有，猪追，警察追猪啊！厉害！来吧，来来来来来！来吧，来来来来！
好了，跑回来。来吧，呗。来吧，看到没，猪驾车了。哎呀，快点跑，快点，拜拜喽。来。猪跑很快的，来比啦，来追我吧，哈，来 ，come on， 好了，就这样了 ，OK， 开箱影片就到此为止啦 ，OK。希望那个电脑能够升级老爸的频道了。那我是老爸，抱歉不晚安，记得给我订阅这个爱你家。